我砸了您的机器，你罚我吧。既然你知错，那就不用罚了。不，一定要罚。哎呀，秦师傅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快快快，扶起来！少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以后在机器织布局一定好好干。 对，我们也好好干，一年一百两银子的。来来来，王德根，王德根，少奶奶。 王德根就是一根筋的人，不用管他。对，这次就是他撺掇我们的。没事儿，等他看到了你们，日子比从前好过，他会想明白的。大石头，大石头，二石头，三石头，小石头。大石头，哎呀，爹想你们呀。 快回来了，爹，你吃饭没有？快进来，我们正在吃饭呢。哎，好，回去。走。爹，坐，坐，坐。翠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坐牢的时候，想着家里没饭吃。 我着急的不得了，这回到家里这么多吃的，你说钱从哪儿来的？你好意思问？你把东院的东西砸了，人也打伤了，可是人家还捏着我们家断粮了，送来的米和面。真是东院送的？王德根，你还是人吗？王德根要见我。是。 他全家都来了，进来进来吧。要不我去找一下韩三春，让他盯着。不用。春杏，嗯，去准备点点心。好。翠花，儿子们，快，快给少奶奶跪下。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说话。少奶奶，我对不起你啊。快起来，起来说话。少奶奶，我王德根在这儿给您发誓，以后谁要是跟集齐织布局过不去的话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快快快，扶起来，来，起来说话。来，春仙，来。 吃点点心，孩子，快，谢谢少奶奶。来，少奶奶，谢谢了。